这天说凉就凉了，你们也赶紧花30来块钱、去整我上的这个夹克小外套。说实在的，这要不是带了运费险啊，我也不敢买。但是没想到收到货，它这个质量居然这么好。我小姨看我穿这件衣服啊，非要过500块钱，让我也给她整一件。我给她说30来块钱吧，死活她都不信。确实啊，你看整个小版型啊，上身挺阔有型的呀，咋看啊都不像那便宜货，而且穿起来啊显得人年轻又时尚的。关键是她给咱带了运费险呢，姐妹们你们就放心拍去试穿。这收到货啊，有任何不满意，能退也能换。你可别看人便宜啊，它这个面料还是个3防。的面料呢，这防风防水防油污的，这平时要下个小雨啊连伞都不用打了。你再看人版型的一个小设计啊，你看这前前后后啊都是风衣的一个剪裁，加上万针刺绣的这个小 logo 啊，咋看都不像便宜货。这我穿着我小姨看上了，我跟她说30块钱啊，咋说人家都不信。你再看人这个小面料啊，也是质感又高级的，加上它这做工走线，你看啊板板正正，这里里外外工工整整的，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。你看这不管是袖口啊还是下摆都给咱做了带弹力的呀，穿起来就可利索了。而且它整件衣服呀、是带内衬的，这穿起来也是亲肤又透气的，一点都不闷汗。关键是你看这小版型啊，不挑年龄也不挑身材，而且颜色给咱做的也特别多，不光是自己能穿，妈妈也能穿。关键是人家现在这个价格啊，39.9块还给咱带了运费险，真的是太合适了。姐妹们，如果是你们上的还这么合适，赶紧去给自己和妈妈都安排起来。这北方的姐妹啊，拿到就能穿了，收到货你就知道人家这个品质是有多高了。